大家好，我是南国，尼克尔 G70-200F2.8 VRS 这颗镜头是在2020年上市。当初我一直想要购入，但都没有机会。直到去年底，终于趁着年终特价，以65,430元买下。我到现在还很兴奋。一拿到镜头之后，我就先把镜头拿去贴膜。我选择的膜料是美本堂的野战迷彩黑。高雄四海相机的小姐姐贴工很不错，我的相机机身与镜头都是在这里贴膜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当然，为了携带更便利、更保护设备，我去买了 Click Lid 摄影三角胸包及镜头筒，在这集我也会一次分享给大家。当初买这颗镜头是希望可以拍剧场人像及野外风光，但要购买时又想了很多，是要买这颗呢，还是买 G70-180F2.8？ 毕竟这两颗镜头价格相差在29,000左右。最后因为考量到需要在低光源的环境下拍摄，所以最终还是购买了 G70-200F2.8。以下是搭配尼控 G72 所拍摄的影像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这组照片是双宝所就读的幼稚园运动会拍的，当天新组的两个姐姐也回来跟他们一起玩乐。每一张照片对我来说都有着满满的成长与欢乐。接下来，胜利新村位于屏东市，我常带着家人来这走走，假日这里也常有市集。这次拍摄的当天是阴天，虽然光影效果不佳，但成像的颜色锐利度以及景深的融合感都让我很满意。车程海口是进入国境之南的要塞，算算日子也好些时间这里荒废了，直到近几年这里又再次的恢复生机，有看台美术馆以及洛山峰艺术季的加持，这里慢慢的成为旅人一定要驻足的一处。我不得不说，用这颗镜头拍照真的很爽，是会让人上瘾的程度。每一次的快门都相当的疗愈。令我惊讶的是，在高 ISO 及逆光的状态下，竟然还能有如此表现，真的让我大呼过瘾。通常花钱是这样，买了 A 就需要 B、C、D。我发现要把 G70-200 带出门，真的有点阻碍，所以又花钱了。Click Lid 是美国户外摄影品牌，专注于研制野外探险所需要的高端摄影包。先跟大家介绍这一款镜头筒。这款镜头筒有三个尺寸，我买的是最大的，可放下尼克尔 G70-200 镜头。全内衬设计能给镜头最完美的保护，可使用可拆式可调节背带进行侧背，也可以运用镜头筒背面的魔鬼毡设计配挂。说真的，背起来真的还蛮帅的，我都想再加购另外两个尺寸了。不一定要背镜头，当作日常逛街包也很适合。接下来 ，Click Lid 三角胸包。可以将相机机身以及中长焦镜头一起放入包包中，这可是大大的提升了我出门拍摄的意愿。摄影三角胸包有三种佩戴方式，包括四点联动式背带，舒适且稳固，也可以运用可调式背带侧背，还可以使用魔鬼毡配件与其他背包搭配连接使用。这款摄影三角胸包左右两侧设计有口袋，一边可放置小脚架手杆，另一边有拉链设计，可放置重要物品。包盖打开，上方可放置一些清洁工具，下方拉链带可放置线材、充电头等，还有设计四个口袋，可以放入备用记忆卡、电池等物品。整体收纳空间蛮符合我的需求。除此之外，胸包下方有防雨罩设计，让户外摄影很放心。还有舒适柔软的厚布板，防雪防污，排热排湿。其加厚拉链、全内衬设计、安全绳以及
防盗拉链等设计，都能更保护设备。影片的最后是我在屏东三大日音乐节使用 G72 搭配 G70-200 所拍摄的动态影像，提供给大家参考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有任何建议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不要停了就出列。Don't do it.